刚刚接档的主播不在是吗？直接就到我了呀？好吧，我付了一下飞机票，突然提前了，我竟猝不及防。噔噔噔噔，我先来。好嘞，好嘞。欢迎所有走进992的哥哥姐姐们，关注992星星秀，燃爆星星就在这里。好，然后我们就开始第一段舞蹈，好吗？然后直接开始第一段，我还在这里试耳朵，我还在这里试耳朵。好了，我们先开始第一段。
是我江南遇见的雨，我带走湖水新酒一壶，陪我远方的孤独。所有走进九九二的哥哥姐姐们，关注九九二星星秀，燃爆星星就在这里。然后呢，腰什么腰？那天哪啊、估计是哥哥姐姐们还没有不知道我今天提前接档，今天我提前接档了，所以大家都不知道。欢迎所有走进九九二星星秀的哥哥姐姐，燃爆星星就在这里。而且我们九九二长期招募场控和游艺者，可以联系我们那个现场的二麦三麦黄马好吗？然后都可以来报名参加场控哦。还有我要说什么来着哦。喜欢我的哥哥姐姐们点一下右下角的直播室通知，谢谢。我叫奶奶酱。然后好了，我们开始第二的确不知道我提前接档，所以我就直接在群里面发了那个飞机票嘛。然后好，我接下来跳舞，因为前一个宝宝好像有事儿，然后我就提前来了。对，
hello， 哈哈，欢迎所有走进九九二的哥哥姐姐们，关注九九二星星秀，燃爆星星就在这里。然后喜欢奶奶酱的哥哥姐姐，也可以点一下右下角的直播学通知，在这里哦，我的直播学通知在这里哦，谢谢。还有大概28个哥哥姐姐，我们家就可以破20000了。哥哥姐姐们点点关注，么么哒。我多高啊？1米72，身高1米72，体重不到90。然后喜欢我的可以点点关注，谢谢，么么哒。然后下一个接档的宝宝叫依依，然后喜欢的哥哥姐姐们也点点关注，谢谢。我们992长期招募场控，然后有意者可以联系我们在线的黄马。然后接下来还有最后一段舞蹈的时间，那我们就开始喽，好吧，先开始了。